右边继续三号球，角度是向右上的啊，它不是一个自然向下的角度。这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发力的一个高杆。发力高杆从右向左吧，就强调一个四，人没什么，就是怎么讲，除非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啊。而且这个力量在这个台泥走速上，可能郑宇博判断的力量不太好控制，很大，对。郑宇博也是没强求啊。好，到这儿，稍稍的有点出杆上的难受的位置，来吧，来展示。嗯，手架这个位置小心啊，待会儿低杆还要发力。好的，蹬起。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他这个手臂、球杆、最后发力，哎，整个这一套动作，真是随手一甩就来了。不像有一些选手，他这个顿挫感比较强，这样让人羡慕的一种。这杆打的薄的有点多、啊、是的，就不算碰到九的话，也是碰到这个带脚上沿的位置了。我看孔德京的左边大角度十二号啊，有没有这个想法、啊、或者是主动的拼一杆延时下是低杆左上方一个滑行奔十四，就是有点冒险啊。但职业球员到这儿啊，这个必须得进攻得分的。对，要不然的话，你这什么职业的，失业了的。话糙理不糙、啊，绝对是这个意思。好，再来第二点，到位了。中带底带，然后在左边两颗，那只要上手把那个右下方那颗打进，你调过来就后面就简单了，一马平川了。对，身高也够啊，八零往上的身高。哎，刚刚这一球选一颗直的，低杆往回退一下，然后另外一颗向上。王云远端、也在关注。角度向下啊，正常，比如说你是蹬一库蹬两库啊，都是没毛病的。说到这儿是哪年，这个有一年啊，我记得是斯诺克比赛打一个幺四七，哎，然后什么尼尔罗伯森呢、啊、是吧，其他那些其他台的选手刚开始还没太在意，打到后面全都围到这个边上去看啊。对，其实那种我想表述的是那种氛围啊，那种不打了，哎，感觉特别好，好像在这个、我记不清是哪年跟谁了，萨里文或者是丁俊晖打的，看看、啊、就这两个人应该是、啊、直播间里就咱们观众们这些大神们啊，大神对吧，对，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通常下啊，这个别人追求一些高分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太去关注，一听哎谁呀、啊、哎谁谁谁火箭啊在打幺四七怎么怎么，大家就不自觉的会，因为他打的一些球和这个球形展现的能力非常突出啊，这也算是说彼此之间都是干这行的，对吧，大家彼此欣赏，那种英雄惺惺相惜，对，英雄惜英雄嘛。什么时候中式台球能有那样的传承啊，像这个足球比赛里边
尤其是英超那种啊，有骑士精神、嗯、是吧？这个这一赛季，比如说勇哥您拿了冠军了，这场比赛对的是我们这个队，嗯，我们分坐两边啊，夹道给您鼓掌，嗯，包括我们的颁奖仪式也可以有这种中式的传统，中式讲的不就这个吗？加冕为王嘛，哎，我们这些选手可以在两边给这个冠军鼓掌，观众们也觉得这种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荣耀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战赛里边，甲级联赛、超级分站赛这些里边，想要再次的恢复那种，吸引人注目的这种荣耀，第十八局孔德，引人关注的这种情况，那么有一个，我是这样想的啊，大家听一听，包括可能，这个屏幕后的一些领导也听一听，要把这个轮番炸球一定要改成胜方冲球，才有这个关注度，哎。不然轮流开球呢，就像一个很平常的事，啊，或者夸张一点说的话，就平淡如水。为什么说一定要胜方开球呢？嗯，幺四七的意义代表于它是一个满分杆，或者创造了一个平时不太好打的一个小奇迹。对。但是我们中式里边，如果你要让别人关注你，你只有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炸青王连摸五、哎，还不行可能。大家可能都会达到一个差不多，比如摸到三了，摸到四了，摸六、摸七、摸八，甚至于再高一点。这个时候，我估计边上隔壁台可能就会把脑袋伸过来了。哎，怎么着？连摸七了？哎呀，这个在我们这个分站赛里面最多就是连摸五啊，没人破这个记录呢。谁呀？叫什么名？啊，他。好了，裁判这时候，观众等等啊，所有人可能这个新闻都会去爆出来。有道理，哎，但是如果说你轮番开球，首先就是你没有机会炸青啊，对不起啊，你没有炸青王，这个没有连续炸，对，没有啊，炸青王，什么叫炸青王？炸青王就是到你这儿你炸，然后再摸，而我们这是轮番的来的，中间这个停顿，就算你是比如说我第一盘、第三盘、第五盘、第七盘是炸青，但这个意义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中间有停顿了已经。是，如果您能像这个，对吧？美式九球那样，他那刘海涛坐在边上看人家炸，其实我们就比这个球啊。我们以前有，嗯，啊、后面是改了、嗯。我觉得这个每年的这个研讨会里边可以加一些东西在里边，还把它来回聊嘛，是吧？怎么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便于球员发挥水平，提高收视率，是吧？嗯，更有看点。对啊，我们既然这个赛事越来越商业了，那么怎么样能更好一点呢？真的要有人来一个摸六摸七，你看看，绝对不一样。或者来个连摸十九拿冠军，哎，对吧？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说是支持的。某一个人理论上一上来可能的啊，比球啊，他赢了，然后他开始开球，有球下，然后连续的清台，包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突破啊，翻带呀、啊、等等 ，K 球啊等等，真的是这就像一个人的极限一样，期待着或者等待着有人去突破。当年掘金第一季波茨连摸七连摸八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都在看着，又为他担心，怕他失误，又为他又想让他再突破，又希望他能接着打。就人的所有的技术能力和心理能力的这个突破，就是验证了你到底到哪儿。后面再有阿布拉江的这个，对吧？对，也是连摸七，连摸七平了啊，有一段时间，后面还期待着其他人再出来。所以说中式里边如果要引用一些关注度过来，你没有炸青王出来，就会少了一些东西啊。要加高吗？哎，不用用。好，推下左边过来。
安徽一分7-11，官方暂停。7-11，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周宇博开球。好，第二阶段暂停结束啊，继续看下面的比赛。四盘的差距啊，不算大。郑宇博这边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开球的位置。是的。但貌似好像开球时机啊，看一下。有一个被撞回去了，而且中袋没有球进。看看选球。比赛是29局，15胜。对，没有延时。我，稍等。这个时段呢，决出咱们赛事的8强。对，选手们稍事休息，在下午的4点整啊，咱们有8进4的比赛啊。下午4点整。对，嗯，按照赛程呢，明天上午，这个10点钟。还有比赛，还可以打。左边2颗，没问题。17中间，水也交到了，到位了。再高杆回来啊，奔这个看看，37这边走，再确认一下9号右上角的一个情况。推一点高杆，看看左塞要不要带一点。好的，有的。对，这时候看一下两颗的一个角度问题，还是9。继续中低杆往回。再次到位，中底选啊，向下有角度就一点叫中就可以了啊，这么正啊。还是挑了个底带，19局，孔德金胜，比分12-7。谢谢。
第20局，孔德京开球。上方小球堆，下方也有啊，这盘还不是很开放。10秒，延时。重在这一刻，有下，要注意薄厚，打一顶啊！嗯，然后就看右边这颗球留下的10号左边中袋的角度。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郑宇博呀、孔德京啊，他们都是咱们的大师赛、超级联赛的这个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参加这次甲级分站赛呢，基本上就是奔着奖金来，这是第一个。哎，第二个呢，借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热热身，好好的这个适应适应比赛的环境、场地、氛围，能拿最好，拿不到的话，咱们后面30万马上背靠背。哎，还在咱们博盟台球俱乐部。有咱们的超级的分站赛，拿大头去哈、啊。嗯，好，中袋挺好，但是我选择翻底。哎，局面完全解开了。嗯，看郑宇博了。在本次甲级分站赛开赛之前，我们大师赛的组委会也已经公布了32名啊，在本赛季签约的球员名单，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啊，大家汇存一下里面的表格。像这次没有看到的王小倩啊、王鹏、陈强啊，都在名单当中，包括张太义啊。这杆薄球进来之后啊，基本上台面就豁然开朗。角度有些大，能站住最好，站不住的话从下往上啊，再去调整。
张勇。嗯。之前也是斯诺克球员，吕英斯诺克球员，嗯啊，哇，那这个十秒，很厉害了，吕英啊，五，也别看得太玄幻啊，嗯，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国内有些这个选拔机制啊，包括这个协会的选拔机制啊，个人条件，对，包括一些个人条件跟赞助的情况，那有这个赞助呢，厂家签约是最好的。不一定什么厂家，有的可能是木材加工厂，有的可能是手表，啊，反正我给你掏钱，我感觉小孩打不错。然后有些选拔机制可能是有些评分标准，比如说这个 S 级，啊 ，S 加、S 加加、S 加加加等等啊，这个然后根据情况就可以出去了啊。A 级的话 ，A 加基本上还不太好出去。倒不是说不可能啊，也基本上不太好出去，因为这水平出去你也觉得可能打得不好。嗯，水平太低的呢，去的不合适。说好听是旅应，说不好听旅游了。旅游了，对对对。你看目前在国外就特别多啊，这里有好多人可能连国内有些这个球员都不一定打得过，但是他们在国外打啊，这就是条件到了。是。所有的条件支持你去了，他就去了。啊，在国外去锻炼自己。二十局终于获胜，比分8-12。第21局，郑宇国开球。对，放左大力一炸，黑八进，可以啊，有选球的权利。是的，选择自己继续击打呢，就八号球摆到掷球点的上方的点位啊。嗯，最起码能有权利，对吧？对，能可以选了。哎，别，不是说炸完就等着了，还行啊，这单色。再看看七，哎，有下。好的，薄道刮道，哎，又撞了一下，七号怎么样？还有，嗯，那没问题。不成，咱后面就，对吧？大力金刚掌好了，对不对？也别抓这个小细致了。确实，今天的技术型开球他不进球啊，是的，没招啊，你不能太被动了啊。就前面啊，三五盘啊，冲相对、哎、相对好一点。3-0这几盘打得挺好的，让我们眼前一亮啊。然后后面随着可能比赛的这个。进行啊，嗯，手感啊，包括精力、体力，你很难控制啊。这个对，确实三球过线呢，基本上当时大家都已经掌握了核心要义了，冲的都大差不差的。四球过线只能保证在长局至一段时间之内冲的不错。对，你像咱们之前那么多年的这个比赛里边，像赵汝亮、张坤鹏是吧、嗯？包括朱炳杰，嗯，也都有开球时机。对对，一样，甚至说连续开球时机送分都有过。好，中低左下，
方向一点点向右啊，继续的用中杆向右边走一走，然后顺推下来的一个空带交一，哇，稍偷了一点点带脚啊，对，稍厚了一点，然后就看这个角度了，角度大的话，这个杆法别太高，蹬下来，问题不大，哎。弄上了，哈哈，问题不大，来问题了。嗯，好吧，跳球。这杆就是稍显随手啊，嗯，但是本意上，他肯定感觉我这个一推够就有下，哎，但这一推还没有。这个位置就是打九 K 十四的一个位置，是吗？推高杆 K 十四。稍稍给一点力量，别太轻。木有 K 到，没 K 到，这球难受了。右边这儿好像还不太好做斯诺克。看看位置，确实，你往下打的话，等于把十一打库边上去了。好，左边再进攻，还是一个轻推十三防守，可攻可守这一杆。嗯，防一杆，中一波从上往下解禁黄一、哎、黑八胶中带啊。这球不能从下解，从上往下解有机会可以解禁，还能交位。没解禁。没解禁，现在这个位置有点靠下靠左了，这个后面孔德金可能进攻还会再好一点，再开放一点，起码压力会少。对，延时先上来，呵呵，这么稳吗？要接力也看样子啊。这球你说你十四也没翻中对吧？轻打的话，黑八防一杆，这点位不太好啊。对力道要求还比较高，位置、力道。再回来，嗯，打得太厚了，
郑宇波这杆包球也是没打进。孔德京十三推左塞勾十四，左上十五下第一杆左塞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就直接叫都可以了。嗯，右边边库这颗毕竟你上方有一个中带，对，是吧？调好了往下一顶也可以，叫也可以。中低杆一点，好，看左边方向，有角度推弹起啊，好的，继续啊，左下方。第二十一局，孔德京胜，比分13-8。谢谢。第22局，孔德京开球。哎，看到没有？他有他自己固定的研究的位置。中间偏右边大概两颗球左右的一个点，偏画面右边啊，哎，他的视线的左边，所以说看到没有，炸得挺好，我只要研究好了我炸正，你看他这球别看他偏的有点向右，但是他过去的方向是很直的，白球基本上不太会动啊，基本上动幅度很小，换这个冲球点位置就是利用点位变化来修正我出杆的这个方向，对，我是不是有向左向右的倾向啊，我们经常聊这个话题，就炸直挺难啊，炸直很难，因为身体在拉满弦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顺势的变形幅度，幅度变形、啊、哎，那么这在这一定要也要说，就是台球比赛它讲的就是一个控制，你无论尤其是你发大力的时候，任何的顶尖球员都会身体有一些动作的变形，有变化，那么你每天的练习无非就是控制你变形的幅度的大小，哎，小一些，不要说动的幅度太大，对啊，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是吧？对，所以通过位置的变化，比如我老炸的偏右，那我往左边挪点， 对吧，相反方向，包括平时练球的时候也一样，说咱们有的时候我出杆总是带一些右边的旋转，那我往左边打一打，是吧，瞄一瞄这个点位，负负得正，对，修正一下，千万别就是特较劲的那种，哎，想动动脑子，好了，底带一点，看方向，先把下方13打进，闪出带口，后边有一个10的中带啊，
这球变化还是蛮多，打三十稍微合理一些，我感觉。嗯、打完之后最起码选择更多啊。一定得打十三，要不然九号怎么办？你再调。对，那不合适了。你平时跟一些爱好者呀，或者能力差的一些朋友玩可以，支持你有这个余地。你跟顶尖选手打的时候，一个漫不经心，你后面就没机会上场了，容易出问题。对。好，看左边，这边库弹起，好，力道如何？还不错，两边都有。哎，下杆了啊。稍稍打厚点啊，下低杆吃边库叫中带，可以，低杆横台黑八底带，进到赛点。第二十二局，孔德金胜，比分14-8。第二十三局，郑宇博开球。哎，大力的这个炸球还真是啊，效果还不错。最起码有球进，对、啊，然后可以先上手，我也能保证不失机。哎，好，推这个在咱们乔治杯的比赛，他的这个大力炸并没有开全力，对，在别的赛事里边那炸的好，他是收着的，惊天动地的。嗯，你要没太注意这一桌，真能吓你一跳，咣一咣啊，对，瞬间的一个爆发力特别强。登顶库，好的，看力道。嗯，有这球，五号还是有一点点向右啊，手架小心一点。因为七和三的两边都是可以叫的，所以说这个角度上，留一个自然向下就好了。没问题。中低杆左边啊，15的左边下来，
选直一点的，都定式了。哎，十二右边一上去，对，蹬边裤再上去，很顺啊。这一盘有一分钟吗？对，打完了。第23局，郑宇博胜，比分9-14，开球清单。第24局，孔德兴开球。哎，继续，孔德兴开球。非常认真，看看效果怎么样，有球进了，目前两颗。看选球，你看他这个球，对吧？他这杆明显有点紧张了，嗯，炸的有点偏右，啊，白球往右边走比较多。是现在画面下方，是在咱们这个画面里边是向左的啊，这个画面向左。镜头也是给了一下下方两颗球的关系啊，对，其实关键这一盘还是12、14都可以过来调下方球。嗯，高件儿，要不加上把高件儿啊，高件儿啊，对，把这个价和儿加一起了啊，高价高价儿，您儿吃了吗？嗯，您吃了吗？对吧？对吧？在北京，嗯。您吃了吗？4:50啊，4:50、嗯、啊。好，右上，哎，第一杆，点一点，有点留向下角度啊。好的，角度来了啊，一杆到位，往右边多走一走。吹边裤弹起，嗯，这个杆法不要特别低，中低杆要发点力道，给点力量，宁大勿小，这是一个双位的位置，哎，能叫到最好，叫不到我可以说14还可以再调，是吧？安全的打法，稍微的有一些轻啊，就是向下有点少，低杆的不要刮刺。继续两库，你轻力去抓这个落点还是容易过啊。嗯，看执行吧。对，低杆的既然选择了，完美落地，
好的，我先估一个十四。对，也没毛病、啊，没毛病。抓一四这个球，真的是要求你收点力啊，收点力可能力虚这个下球点就打歪了。对呀、啊，因为这之前有一个反向嘛，你还记得吧？他也是，哎，从左向右打的时候打薄了。是的。啊，就这个局面这么开放，其实它支持就稍微打得复杂一点，就在这个合理性跟稳妥性上，嗯、那我稍微放水，对，我稍微丧失一点合理性，赢比赛就行啊，也没问题。平时天天练，对，线路也多，你说赛点，嗯，啊，立点杆尾啊，下点中低杆上去，好了，这也不怕一大灯射。直接踹进去啊！右上方，嗯，蹬进去了啊！对，恭喜孔。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馨，记录裁判员李勇、张毅，运动员孔德京。郑宇博，现在比赛开始。孔德京你好，郑宇博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郑宇博获得开球选择权。您现在观看的是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海口博蒙站16进8 P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上午好，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嗯，比赛抢的局数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抢15了，是的，160分钟限时。孔德京对阵郑宇博，那这场比赛应该还是有不少看点、啊、是的。孔德京呢来自上海，也是之前参加美式九球的比赛。郑宇博来自吉林。嗯，今天上午是16进8，下午4点是8进4。对，比赛开始，第一局郑宇博开球。好，看看郑宇博今天的开球怎么样。对，有球进，有过线。嗯，左边中杆有4。进球一颗，三球过线没问题，3+1。哎，先交中带。看这个方向去交位啊，这球如果是不太好去直接吃边过来，对，就直接缝隙里交一个下方27这边的一个位置。好的，借七可以停球吗？角度也合适啊，向下的角度，方向还是有一点点向右边，可以啊。嗯，继续的中低杆右边蹬过来，
偏直低杆横三较中带，哎，还有点角度啊。好的，基本解决了啊。嗯，力杆往回推，较直黄一，左边继续一个中带的八号。第一局郑宇博胜，比分1-0，开球请台。谢谢。第二局，孔德京开球。孔德京今年23岁，来自上海。开球时机。在很小的时候，在北京啊，跟随着张凯教练学习美式九球，现在定居在杭州。重开。一上来，孔德京开球失机啊，炸完球之后，不够四颗球次过开球线，郑宇博这边选择自己来重新冲球。第二局，郑宇博开球。还别说啊，嗯，炸得不错。嗯，炸了一手好炸。嗯。也但是这时候吃了劲罢了，就不能说以后别炸了，以后别炸了有点不合适哈。是的，没招。好了，花球不错，
说反复看看这个左下角这个先后次序啊。对。但是我会不会选单色呢？啊，还是花色。花色，最后都。都得来调整这八号，没错，不如我直接就是就近原则啊。对对，打实打是这个合适花色球，对，十三，甚至说十四、十一，嗯啊，调好某一些角度都可以，先去带开一下。没错啊，如果你选择这个单色球呢，可能看着好像离得更开一点，嗯，但是附近的衔接不多。好的，青瓜刮开，有效果，有效果啊！起码九号右下是吧？对，他给他瞄这个位置，看交位了。刚才在说这盘这个大局的时候啊，大面的时候，嗯 嗯，其实也跟大家咱们说跟观众朋友们探讨啊，比如说单色、花色都特别好，是吧？嗯、我怎么选？对，那可能你首要还是要看的是八号球最近的这个球组，是吧？哪个更便于把黑八问题走解决？嗯。换句话说，这个八号球周围是吧？哪边兄弟多，你就选哪个。对。哎，这底杆用的非常好。好，再一推。第二局郑宇博胜，比分2-0，开球清台。Thank you.
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海口博蒙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53、54场的比赛。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V 二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郝天、张坤鹏。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馨，记录裁判员张毅、何秀红，运动员孔德京、杨少杰。比赛现在开始。杨少杰你好，孔德京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孔德京获得开局选择权。欢迎大家继续观看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海口博蒙站第四阶段啊 TV 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上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嗯，张指导上午好。哎，阿苏你好。经过几天的这个阴雨啊，今天终于是阳光明媚啊。哎，放球了。哎，也希望所有的这个球员能够趁着今天的好心情啊，打出自己想要的表现。嗯，来自山东的孔德京对自来自缅甸的杨少杰败部的第六轮啊，比赛依然是抢13，140分钟的限时，双方轮流冲球。在今天的下午4点钟，还将同时进行败部的第七轮以及胜部的决赛。本次赛事也是得到了海口市博蒙乔氏台球俱乐部、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北京优泽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爱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百韬台球运动学院、江苏盐城乔氏台球器材销售有限公司、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JU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LP 台球杆、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奥秘台球杆、波茨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施博专业杆盒、无尘巧克粉、赛克斯巧克粉、小麦皮头、振红胶边等企事业单位对于赛事的大力支持。孔德京比赛开始，第一局孔德京开球。自己在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嗯，也跟大家互动啊，孔德京，嗯，说比赛不好打，每一个选手都挺着胸啊，跟他们一顿一顿的磕，对，上来没球扎进，嗯，那这种背靠背的这个比赛就是，哎呀，很考验球员的本身的体力啊、精力啊等等啊，很全面的东西。而且是刚刚拿了一个冠军，这个，嗯，咱们老说这个欲望啊，对，你刚拿到一个目标之后，马上又一个目标，他有的时候情绪，运动员的情绪是需要调整的。没错，嗯，首先可能你有一个很强的想法，可以想再拿一个啊，其次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我能不能，嗯，表现得更好一点。10秒。嗯，昨天的下午的比赛，晚场吧，晚场比赛，当时有这个防疫检测啊，啊，但是我看到了好多的观众，大家都在调侃，说是好像打架了啊。在这里，我们在官方直播间跟大家澄清啊，绝无此事。嗯，就是一个正常的巡查，防疫的巡查。对。大家在这个特殊时期啊，做好防护工作，嗯，然后在家用手机啊终端看球就可以了。哎，杨少杰这个，呵呵，很
耗体力和精力啊，他这跟波斯他们都是有很相近啊，每一杆运杆出杆整体的这个时间消耗体力消耗都比较大。左下方黄衣还是有一点点的向下角度，你看这杆会不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用中低杆呢出底库往上去登顶这个七八这个位置。十秒延时，可以开，可以开就剩一个六了啊。那时候要有机会看看这个六号的左下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对，进攻点位。角度要大，可以从顶空这边下来啊。中，身体也在用力，左中有打二号，再调一杆，对，调好了一推。这个其实这样不太合适啊，对，稍微比量两下就可以了。但是刚才这个拖着的转过来，这个因为这个本身啊，杨少杰用这个翘粉应该是浅颜色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上面会有这些点点痕迹。这个动作很多球员都会习惯啊。大部分就是比量，印象对比量，但这怎么按着是像转圆规一样转一圈，这个还真是，不多见。这是个人习惯。第一局杨少杰胜，比分1-0。谢谢。继续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今年比赛里边的一些改革和变化啊。我们今年有这个甲级分站赛、超级分站赛，然后呢，大家可能开始都不太能够看得懂啊，就是甲级分站赛所有人都可以报名，然后你打得好的，在甲级分站赛里边靠前排名的，你可以有机会去打超级分站赛啊，可以去打一个抢位赛，赢了之后就可以打了，包括到年底的总决赛也一样啊，也可以打这个抢位赛啊，在甲级里边排名靠前，一定要记住啊，排名靠前。包括咱们的签约球员的名单啊，每年一个更迭啊，里边同样甲级分站赛里边积分榜靠前的啊，继续的可以去打一些 PK 赛啊，把这个在超级分站赛里边排名靠后的，甚至于说有些外卡过来的可以去 PK 一下，类似于这个足球里边的升级附加赛啊。对，赢了你就变成名单里的人了。所以这么说呢，很多不在咱们签约球员名单里的高手们可以通过甲级分站赛提高自己的成绩和排名，对，有机会把这些签约球员从名单里边打出来，自己走进去。对，
加大力道的一杆开球，十一，有进。嗯。胜负决赛赢了的话是和败部决赛赢的人打最后的总决赛。要进攻的话，看看下方的一。哎呀，这个球很精细啊！到这个位置往上面打，没有什么可选的。左边花色球分布有些复杂。对，好的。准度过关，继续二号，这盘算是头一关过了啊。嗯，选到单色正好一个二六三五。嗯，小的这迷你的蛇彩。有一点角度啊。又往下多给顶一下。再调吧，嗯，没顶正的话，那就只好四号再来了。角度只有那么一点点。对。张鲲鹏的比赛也是现在进行的。这个、白球张鲲鹏对郝天，远一点，他都可以稍微立点杆尾往下顶。没错，就只能勉强的推了一下，咱们叫擦包边啊，借了一下。对。四中带杆法稍低点，不要把黑八顶到十四的这个贴上啊，争取用左边的六号再调一杆啊下方的球，不然你就大大方方的把黑八顶过十四啊，在十四的上边，就稍微带点力量，对，你别轻打，你感觉你轻不行，那你就是哎呦这球八没贴，白球贴了，是贴球，红三右上，这个吴镇宇的夫人啊、温馨温馨，早期也是做裁判做了一段时间啊，那现在再次的又回到台球场上了。十秒。其实咱们台球圈里这些打台球的，就是算是圈内人的这种情侣，也真的是有一些啊，夫妻也有很多。嗯，你像这秦立文，秦立文，啊对，哦，吉林的这个刘鑫，刘鑫，对，他的夫人也是咱们这个裁判，对啊，蓝家花，蓝家花，余光宇，对吧？哎。夫人曹洋洋也是这个女子的，以前还打过第一的球员呢，是吧？是的，是的。